我们继续主线，是吗？今天呢，应该会继续讲技能吧。然后我说，我觉得很久没有实战了，所以我等一下先找一个试试等，看可不可以演示一下。但是如果有人挑战我是看得到的，是吗？ You know? I don't know. 我不管。哎呦，第一名的玩家哎。啊，这个题材可以讲，可以讲。对，竞技场第一名的玩家的一个第一名的玩家的一个阵容。Weary， 这是现在可以看别人的装备了，甚至是神器，哇，好想尖叫哦！Weary， 之前没有开放哎，来，竞技场排行榜竞技场第一名的一个阵容，第二名是我们 TOD。那阵容是什么呢？托尔、收割者，也是最强的六只英雄啊，八只英雄，剪刀手、哈尔、比利、厄里斯、瓦尔、阿修罗，目前最强的第一场最强的八只 heroes， 哇！排行榜竞技场第一名的防守阵容好了，他写玩家阵容啊，哇，你应该讲防守阵容，因为他写防守阵容。